妹妹的孩子满月，你看，老婆却要跟我离婚，好可爱呀！哎，礼物呢？拿出来。不就生个孩子吗？生孩子是女人天经地义的，要什么礼物啊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没事，哥嫂能来看我就好了。小小，你去把西瓜切了吧。嫂子，我在给小宝喂奶呢。这当客人的哪有自己动手的道理啊？我这就来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他才刚出月子，你就让他干活啊？都出月子了，还矫情什么呀？哥，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还不是小院当嫂子的没做好。我给小宝啊，重新下达了满月礼。小院就是在家给瑶瑶喝的这款爱他美卓奥奶粉，我认真考察过了，这款爱他美卓奥是妈圈新生儿奶粉销冠。它里面的9:1黄金配比四护益生元设计是经过百万中国宝宝实证的，五天黄金便便零反扯，再加上天然乳源 OPO， 口感也很清淡，瑶瑶可爱喝了。断奶后你嫂子带瑶瑶都省心了不少。徐克森，我们离婚吧。哎，老公，我侧切伤口太疼，弯不下腰，你帮孩子换下尿布吧。都给你打无痛了还这么矫情？瑶瑶每天都要换十几次，我实在不是。谁生孩子不遭罪啊？就因为你生不出男孩，我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了，还想使唤我？哎，像枫叶的冷漠，琴声的竹默默数着寂寞。能不能让他别哭了？又配着毒奶了，他咬得我太疼了。正好月份到了，要不换奶粉吧？我最近做了不少功课，这爱他美卓奥还挺不错的，你要不也看看？哎，你自己多喝点下奶汤不就行了吗？当妈的这点苦都受不了，真当奶粉钱是大风刮来的？满天的星座，你的光亮一闪而过。只想要记住，只有最近我毒奶堵得厉害，喝不饱，孩子也跟着遭罪，想给瑶瑶搞奶粉了。你们家喝的是哪款？灿烂夺去了轮廓，这刹那过后，世界只需为他的出名。家人重要，那我呢？我在你心里只是个外人，是吗？你一个当嫂子的还跟妹妹计较，你在这无理取闹像什么话？我无理取闹？我无论做什么决定你都不同意，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丈夫。你能体谅妹妹出月子不容易，当初对小院却这么敷衍，她这心里能不难受吗？哎，就这么点小事她至于吗？就是这些小事才磨人，你也别怪嫂子，都是我跟妈让她这样的。哥，你不能只想着家人却忽略了嫂子的感受。为此绚烂